大家好，我们是两小无猜。Hello，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亲身的案例，就是我们遇到了二房客。通常我们都是呢听到网络上会有人说遇到了二房东，那我们是遇到了二房客。那就在最近呢，我们这2个月把它退租了，这样。然后这一集呢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对母女二房客呢，会有什么样的特征？然后以及他们是怎么骗我们跟他们签约？那签完约之后又怎么样？突然就是像四川大变脸一样，整个变了脸，然后变得非常的强势，然后提出了不管是合约都没有照合约走，违约嘛，然后还有提出很多不合理的一些要求，那我们怎么拒绝他？那最后我们就是提议他说，不然他就退租好了。那最后退租的时候呢，他还是一样恶性不改，他还是在就是社区到处造谣啊，然后装弱势啊，然后装被欺负啊等等一些过程呢。等一下我们会就是跟大家做一一详细的分享。那希望可以给所有房东一个，就是一个借镜这样子，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种二房客，然后且他们后续还有延迟点交啊、延迟办屋，哇，种种恶行哦都来，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扰。那现在我们就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事件是怎么样开始。这个事件呢是我们在6月3号的时候有在591刊登，然后就是租人的这个启事这样。那真的很神奇，我们才刚刊上去，网络刊刊上去1秒而已，立刻他电话就打来了。那这个是一个妈妈打来，那一开始的话呢，他是非常谦虚谦卑，但让你觉得有点奇怪。他就一直说：“房东，请问一下，你还有在租人吗？你刚开呀，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太棒了，好感恩，好感恩。”一直重复这样的话，这样。那我当时是一头雾水，我只是看个广告而已，有什么好感动、好感恩的？然后他就跟我约隔天，就是6月4号，就想要看房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哦，刚好有空，然后就带他去这样。然后我们到了现场呢，就是一对母女，然后特征的话，妈妈很瘦，然后背着一个就是登山包，然后眼窝啊跟脸颊都凹陷，然后头发卷卷的，然后有白头发，然后大概在耳下的部分这样，然后看起来就是身上大包小包的，然后女儿的话就是白白胖胖的，然后脸是个方形，脸方形但是肿起来，然后头发及肩，然后他们的特色就是女儿看起来很骄傲，然后感觉就是很不耐烦，然后态度比较不好，然后口气讲话也比较冲，然后感觉是比较没有礼貌的那一种，然后比较自我中心，然后妈妈就是。第一次见面是非常非常的谦卑又很谦虚，就一直说讲一些客套话，就说哎呀麻烦你们特地跑过来一趟带我们看房，哎呀真是辛苦你们了这样子。我心里想说，哎，通常他外地来不是这句话是要房东讲的吗？怎么他都把我话讲完？但我也想说算了随便他，然后我们就带他看房。然后他其实那一天是约11点半，可是他在9点。就打电话给我说：“房东啊，我今天刚好也有约另外一个房东，然后要看屋，这样刚好跟你同一层，那所以我跟你约11点半可以吗？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就已经约11点半了，不是昨天已经讲好了吗？为什么还要特地打电话再跟我确认这样？然后我说对啊，反正是11点半啦。我说你来得及吗？他就说可以，然后他就说太好了，太好了，你这是一个很好的房东。我想说。到底是哪里好了？我现在只是跟你约时间而已。然后反正他就是很夸张，一直说真的是好感恩、好感谢、好险你还没有租出去，实在太好了，就一直 repeat 跟昨天一样的话，这样就是过度谦卑跟谦虚，就反正让人觉得怪怪的。但是又想说他可能是一个老妈妈带着一个30几岁的女儿，然后来找房子，然后感觉他们非常急需要一个房子可以住这样。
然后通常我们房东租房子不是都会先问一下说，诶，你们的职业啊，你们是做什么的啊之类的。那他女儿呢就支支吾吾，然后脸色大变，然后就看着他妈一副求救的眼神，这样想说，诶，怎么办，他问到这个问题了，要怎么回答他这样。然后他妈就说，啊，你要说啊，不然人家怎么敢租给你呢什么的。然后他女儿就一直说，这是我的事，我自己会处理这样。然后他死都不说他是什么职业，然后做什么的，然后最后只是随便的含糊的说，我付得起这个房租啦，我不会的说不付房租啦，然后就是死都不讲说他是在哪里上班。然后他妈就说，哦，他是公务员啦。我想说，公务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然后他就说刚考上这样。我说啊，考上是在哪一届啊？为什么考上公务员不是很开心的事？为什么不能讲是哪一届？然后他就一直说，哦，这我自己处理的。他女儿就一直说这我自己处理。然后反正就是一副说反正不想要透露他的身份这样，反正就非常的奇怪，然后扭扭捏捏，然后好像一副啊好为难的这个问题这样。我想说，嘿，我租过那么多租客，大家都是很坦荡荡，都可以直接说，哦，我是在哪间公司上班的啊，我职业是什么，这也没什么不能讲的吧。然后我就觉得好奇怪，我有点难以理解说他的逻辑到底是什么。然后反正我想要算了，反正我也不一定要租给他，然后就让他先看一下。然后我没有想到才刚看的时候，我就跟他介绍里面的环境，他们完全都没有在听我说话，直接他女儿非常没有礼貌，直接冲去沙发那边坐着，然后就一直在那边跳跳跳，然后说，哦，这个地方真的很不错，我很喜欢这样，空气很流通而且很明亮，哎，跟刚刚那间都不一样。然后他就说，哦，这间套房真的很棒，哎，反正就是一直说他好喜欢这样，他想要这一间。然后他妈就说，是吗？然后他就说他觉得很好这样。然后结果呢，因为我是楼中楼，然后他女儿真的超没礼貌的，他女儿直接给我鞋子然后穿上去，然后踩我的楼梯，我的楼梯是木质的，而且我全部都擦过了，我整个大傻眼，我就说你要给我脱鞋子才能上去。然后他女儿本来还不听哦，我讲了第二次他才听到哦，然后觉得哇，这对母女整个耳朵都没有带出来，然后我再跟他们讲话，他们也没在听，介绍室内环境，这个是开关什么什么水电怎么开，他们都没有在听，然后他们都是一直在聊他们自己，讨论他们自己的事情，然后他们自己聊完觉得，哦，OK， 我想要租，然后他就说，啊，然后他妈就说，房东啊，我们真的好喜欢你的套房，你套房真的很好，然后他就说，我们现在立刻签约好吗？我想说，哦，我也才刚带第一组的租客而已，就要立刻签约了，也太快了吧。而且我其实还有其他租客也想看，只是刚好他们是第一组，然后我就想说有这么急吗？然后他妈就一直拜托我说，啊，他们真的很喜欢，希望我们可以，我不可以租给他们这样。然后来我就想说，就是于心不忍，想说他们就一直想要租，然后那妈妈又一直好像很谦卑很客气，然后好像很有礼貌这样，所以他女儿很没有礼貌。然后我想说好吧，为了一个妈妈爱小孩的心情，然后我就租给了他，然后我们就先去 Seven 那边写合约书。然后在写的过程呢，就反正就是开始觉得越来越奇怪，他妈妈呢就会一直不断的要在合约里面加一些他们认为对他们有保障的文字描述，然后我想说那些描述对我来说也没有影响，就给他们加，然后他们就越加越多这样。然后比如说我的一些描述他可能会做一些修改之类的，然后做任何的描述啊修改，然后他们都会要求签名，就是感觉有点太矫枉过正了。其实我们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嘛，一般的那种合约书就是双方把大致的条件然后房东跟他说明清楚，不要违约，不要有一些比如说乱租给当二房东啊之类的那种，或是在屋内做一些不好的行为然后导致房屋破损之类的，或是偷东西呀，或者是说就是做一些房东不允许的事，基本上我都会先说，那其实都是一些很基本的条件，并不是什么特别要求。然后反而是他们对于我们这合约书加了非常多他们认为对他们有保障的事情，然后加了之后我就想说感觉是还蛮计较，但我想他只是想要个保障就给他加。然后后来呢就跟他提到说就是押金跟租金要什么时候付啊，然后他们都答应，然后我也是说因为是单人承租所以只能给100钥匙，然后他们在签合约之前全部都答应哦，然后就说哦，我就说啊，我们只是提供就是套房里面这些设施的承租，就是如果你们觉得不合用，你们想要自己再带来或者是买一些更适合用的也都可以。
以这样，但是我们就是提供这一些的设备这样子，那他们都说可以，没有问题。然后这个都是在签约之前哦，在套房带看的时候都答应这样，但是到了签合约的时候，签完之后整个大翻盘，整个非常夸张。像我，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提到了很多，我觉得有点。开始有点想要占便宜的一个倾向，例如说，我们是提供小的冰箱，那他就会说，他女儿是大人了，不能用这种小冰箱，应该用家庭号的那种大冰箱才能够他使用，因为他已经在家使用习惯了这样的大冰箱，要拿冰很多东西，然后他随时都想要吃什么之类的，随时要煮就可以煮。然后我就想说，可是刚才已经有跟你说了，这个套房就是提供这样的这些设备而已，那如果你不合用，你就是自己另外带这样。然后他就开始就是有点想要凹说可不可以换给他大的那个什么家庭号的冰箱。我当然说不行啊，因为你这样的房租就是这样的东西。然后他又开始说，那你提供移动式的冷气，你那个冷气呢会不会保证不会走火，你要给我保证，如果走火怎么办，你能确保它不走火吗？我想说电线走火这种东西，这个怎么会是房东保证的呢？你在正常使用状况之下，意外来说不会电线走火，那会电线走火可能就不是房东的问题了，这可能是一些电器什么之类的一些故障还是什么，这个我怎么可以保障？我就在说，这我不能保证哦。那如果你觉得不敢用或是不合用，那你就不要使用。那他就说，那你都不能保证，为什么你提供这样的东西呢？我是想说，我刚刚套房里面就跟你说，我就是提供这样的东西，如果你要就租，然后不要我们也不勉强。但是他一开始全部都答应哦，他都可以接受，然后签完约就会开始凹这些东西，说什么可不可以换什么大品牌的给他、什么之类的，我真的超无言的。然后我就说不行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说很清楚，就是这些设备，我们没有另外再更换或是提供你想要的东西或是你想要的品牌，那如果你想要那些东西你是自己要带这样子，我们是不会说禁止你带来。那后来他就说好，让他自己带。然后又来一个，我就觉得越来越多要求，真的很夸张。然后他就说，那你会给我两把钥匙？我就说，我刚刚在套房里面已经跟你说，你单人承租，我只给单人承租，我没有给多人，所以我就是给一把钥匙。那如果你觉得不合用，你想要两把的话，你就不要跟我租。那他就在现场，我已经讲很清楚了。然后他后来回家之后，他女儿又在赖再跟我讲一次，说我想要放一把在我的公司，然后如果说我这一把弄丢，我至少还有一把备用这样。那我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那你是不是丢几把我就要打几把给你，这也不太合理吧？而且你单人承租就是一把，你凭什么拿两，你要两把？而且我一开始也没有答应你说我会提供两把，我说我只有一把。那如果你觉得别的房东说有跟你两把，那你去跟他们租啊。我真的觉得好无言哦，一开始都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他们也答应了，然后写完合约书之后就开始凹东凹西。然后一件事情呢，他们两个母女都会来吵来撸，女儿撸完一次之后，不是我拒绝了他，因为我跟他说明，你单人承租就是一把，我之前租给其他乘客，其他租客也都是一把，没有人要求要两把，他们也有妈妈，也有家人来看他，他们都是用一把下去带他，因为不能说，你要几把就给你几把，因为这样的话，对于社区的一个住户啊，然后跟居民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一个套房里面你有这么多钥匙，但如果你一直掉，被其他人捡走，那这个社区是不是就没有保障，没有安全？你就是掉几把，难道打几把吗？这个不太合逻辑吧？而且我只租给你单人，那你自己就是要保管好啊。那如果遗失，那就是你个人问题。然后怎么会要求房东给你就是这么多把钥匙？然后他妈还呛我说：“我又没要住，你以为我要住吗？你是他我女儿要住，我不会来住，我只是偶尔进来帮他打扫什么的，然后可能就是来照顾他这样，所以他需要多一把。”我说：“那你们两个可以同行啊，你为什么一定要要求我要再给你多一把呢？”然后总之就是他妈又打电话来撸了两次，打两通电话，就是一件钥匙事情会来撸大概三次这样。然后再加套房那次询问就四次了，一个钥匙我说我就一把，这已经一开始就讲好事，他要给我撸四次，然后就是反正层出不穷，这种大小事一件事都会撸个四次这样，哇，简直是非常烦人。房东遇到这种真的是消耗非常多的时间成本，然后沟通成本也很高。
然后接下来他们又要求说，哦，他们要那个就是巨大的那种网络，就是他们传输要非常的快。然后他就说他女儿哟，就是是公务员，然后但是在写论文。我说好，写论文，你不已经上班写什么硕士论文？然后他就说硕士论文要上传呐，然后速度要很快呀，不然的话就要不服使用什么的。我说可是我一会儿就跟你说，我们社区有网络，但是它是有线的网络，然后大概眉数是固定的，没有到很大，所以不一定。你适合使用，但是你要先想清楚，然后或者是说你自己使用之后呢，如果觉得不够用，再去询问一下社区工程师，因为我们社区非常完善，我们是有警卫总干事，然后警卫是24小时，然后还会有社区工程师帮你解决，比如说网络或是第四台的问题，那你要加购网速啊，或者是你想要让就是。眉数更多的话是都可以调整，只是说因为社区的网络公数一般固定就是一个固定的眉数，然后如果你要提升，那就是你个人的需求，所以因为个人客制化需求是要租客另外去付费，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嘛，因为我们之前租客其实都是自己如果觉得哦比较慢，或是想要更多眉数已经习惯很快，就会自己去跟社区的工程师去加装，其实都不会来到房东这边询问说或是要房东支付这样的客。客制化的一些网速的费用，但是这个女的不一样哦，她一开始就跟我说，到底是多少啊？然后可不可以够我用？我就说，我不知道你的需求到底是有多大，我也不晓得说社区的东西是不是适合你使用，你需要自己先使用之后不够，再自己去跟社区的工程师去询问，这才是正确的吧？那使用者付费，你要用多少你就自己去支付，这个都讲得很清楚咯。然后还是一直撸，然后我就觉得好傻眼哦。然后后来我帮他问到社区工程师，他就说啊，因为这个是租客自己要负责支付的，所以他会直接跟租客报价，所以请租客打给他，然后所以就不对房东报价，因为他说许多的租客都像他这样，什么事都要房东付钱。然后一开始他们说他们愿意支付，然后结果后来帮他问出来，他又不付。付哦，他又觉得这是我要处理的，他又说什么啊？我提供给他的 WiFi 呀、然后坏掉了。可是，一开始点交的时候是7月1号的时候，一开始我们都在他房间里面，然后教他使用如何使用 WiFi，然后账号密码都给他，他也连线成功了，他也使用得很顺利了，都没有问题。然后他跟我提出说：“哦，房东，你的 WiFi 坏掉了，然后你要换给我。”我就觉得很傻眼，你用到7月底，你用了1个月就跟我说坏掉，可是我这个 WiFi 机是我自己另外买的，我才用1年多欸，正常的 WiFi 机使用的情况之下是寿命是6到10年以上。如果说你是正常使用，没有是去做破坏或者是乱设定的话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说，如果有问题，一开始给你点交的时候，你入厝的时候，其实你连都连不上去就会有问题。但是那天是很顺利，3个人都连上了，都没有问题。然后他说没有问题，我们才离开的。没想到7月底，他又有1个月，他给我搞坏了。然后我想说，算了，他才刚搬进去，这个钱我就不跟他收了，因为我们合约书也写说，如果这个设备在使用期限内坏掉，他们是需要赔偿给房东的。但是我想说，他才刚入住，然后我那种同情心跟怜悯心又起来。一开始看他妈妈带老妈妈带着女儿可怜，就租给他。然后现在要看说他女儿才刚搬进来，不要说哦，一开始他给我弄坏，我就叫他赔钱，他这样可能感受度会不好。所以我就说啊，不然你就是还是有网络啊，因为我们是有线网络，社区是有线网络，你直接随插即上就可以上网。然后所以我就说，其实对你也没有影响啊，你就直接网路线直接插上去就可以。结果他跟我说，房东，我的电脑是苹果的，我没有网路口可以插你的有线网路。我就说，那就是你个人问题啦。那我就帮他问一下社区工程师，我还帮他找找答案，找方法解决。然后工程师就说，哦，那就是他个人问题，他要去苹果专卖店询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转接头或者是转接的配备可以接上有线网路，这样就可以使用了。或是说电脑要做什么样的设备设定这样子，或者是说他自己带一台可以接网路线的电脑就可以。其实方法都给他了，
他就偏不要，他就偏要硬凹我说我再换一台 WiFi 机给他，我当然是不可能啊，因为我那个 WiFi 机是我自己另外买，不是社区配的，所以不是每个房东都有给他这样的东西。而且一开始我有跟他说，如果设施这些配备一开始可以用，如果坏掉，我是会跟他索赔的，但是我并没有给他索赔，我说我要拿走。他就这样子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越凹越多，所以我就跟他说，还是说，我就提议他说，还是说你觉得我跟你的方法你都不接受，然后给你解决方式你都不接受不去做，那你就是没有网路嘛？那如果你觉得我们之间沟通，你觉得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话，那其实你可以提早退租。我当时提议他的，就其实我就想退租他了，只是说我不好意思直接讲，因为我怕伤了他的心。我就觉得有时候善良跟同情心真的不能滥用。然后所以我就以提议的方式，然后建议他退租，提早退租。那他也说他要提早退租。那我想说，哦，太好了，终于要把这个问题的母女，就是把它退掉了，不用再联络这样。然后结果我就跟他讲说，啊，因为你的租约到8月31，所以你的东西呢要在31号以前搬走。那他竟然开始跟我凹，他就说，什么？他没有办法31号搬走。然后我就说不行，你在31号搬走，因为我就说，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会影响到我就是带看。因为你要搬走，你钥匙没有还我，我怎么带看？人家看了想要租又不能租，没有钥匙，他将会影响到我的出租使用权。说你这样子影响到我没有办法，就是衔接着找租客去做承租，你将会影响到我的权益，你这样是有点侵占我的套房这样，因为你租约已经到了，你必须要在租约前搬走，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要拖延，然后原本跟他说31号早上11点，那他偏说不要，他就说，哦，我妈是我的代理人，他这时候这个租客二女人她不来了，她不来办退租，他说他委托他妈妈来，我想说也没关系，当初是他们母女一起来，那他妈来帮他办理，反正就是一些退租的事我也允许了这样，然后他就说要推给他妈，他说哦，我妈要带长辈去看医生，所以31号早上不行。然后我就想说，啊，好可怜的，就是一个老妈妈了，还要再带长辈去看医生，也太辛苦了吧！而且看完之后，下午还要再赶来跟我点交。然后那时候刚好大家知道嘛，31号那时候有来了3个台风。那我就想说，于心不忍，她是一个老妈妈，早上要带长辈看医生，那么忙，然后又这么累，然后还要再赶来桃园这边跟我做点交，而且又是台风天，3个台风哦，我就怕说她在交通上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就给她允许晚一点好了。是我自己提出说啊，不然我宽限你，因为我看他们也是很忙，然后而且我身体又不太舒服，所以我觉得我如果台风天出去，其实也是蛮危险。那为了双方顾及双方的安全，我就说好吧，因为这个是台风天嘛，就是不可抗的因素，我就说不然我们晚个一天好了。我就跟他说啊，不然看是9月1号还是9月2号，他都跟我说不行，我们家有事，我没空，我不客前去。这样就是反正跟他说什么点交日期，他都可以推脱说他没有空。然后他就说9月1号跟2号他都没有空，我真的觉得很无言呢。然后后来他就说9月3号，就给我延了3天，整整3天。我本来是因为台风天，怕说双方出去点交，然后出去交通上会有危险，也可能会有就是树啊会倒啊，或者是说一些风很大，然后又是一个长辈，我只是怕他会有危险这样。如果为了这种点交是你上来受伤就不太好，所以我才为了这个安全因素，然后给他延个一天的。那他们也竟然说我这是借口，我真的觉得超无言的，就是反正人家是为了他们好，然后怕他们会有危险，然后所以晚一天，然后他们反而说我这是借口，然后故意不给他点交，我真的超傻眼。我就说那9月1号才隔一天，那隔一天台风已经走了，那9月1号啊？那他们就说不行，我们没空。我就觉得好扯哦，然后1号不行，2号也不行哦，这么忙哦，就1号2号都不行，然后偏要他们的时间。
而且他们非常过分哦，他们明明就有钥匙，我请他们直接上来套房点交，然后到时候会把钱结清给他们这样，然后要请他们在31号之前呢，就是搬走。他们偏要说我3号才上去点交，我3号再叫家人去搬，我就觉得很扯欸，我想说他真的是占便宜占到一个极致欸，他觉得他时间熬到了晚了3天，他想要连搬东西都晚3天搬欸，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两回事。因为你租约到31，你东西就要31之前搬走，这才算是你做完这个解清的，就是你搬走了，你已经把这时间内把东西搬走，你才把你的责任圈卸除了，所以你已经没有使用权了。你到31以前才有使用权，31之后从9月1号开始就没有使用权。然后他偏要给我熬，他竟然要9月3号再搬走，我就说不行哦，我就说如果你9月3号搬走的话，因为他们这样子有，我觉得有点超过了，我其实没有要扣他们钱的意思，但是他们越来越超过我，就是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会支付要你去以你支付那个延迟的日租金这样。其实这只是一个警告，其实我们并没有一定要扣他的钱，我们就希望他31号以前搬走，因为他们一直给我拖延时间，我就不能带客去看房，我就不能租出去。我租套房租出去，我是为了盈利，我不是做慈善机构欸，所以我觉得他就一直在占便宜，然后来。后来他们听到说哦要扣钱，然后才赶快在31号搬走，然后就觉得好，这个真是很恶劣耶。如果你没有给他做任何的警告跟设定，他们就是一直给你拖延哦，钥匙也不还你，然后也不跟你点交，然后也不让你带看房，他就是一直拖延你的时间，然后就是一直违约，不照合约走。然后像他女儿一开始，我们是签7月1号开始，然后他女儿非常夸张啊，可以刚签完合约之后回去，就立刻跟我说，房东我要改时间。我说啊，你要改什么时间？合约就是7月1号开始啊。然后他就说我要改8月1号。我说不行哦，你这个已经签完约了，双方要照合约走，不然签约不就形同虚设吗？你这样一直改来改去，如果你又说你要改到年底，那我这段时间的空窗的这个租金，我就是我的损失啦。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有这种人呐？我真的觉得超无言的。而且他妈还号称自己是在新竹，也是房东。我想说，你是房东，但为什么你们俩母女俩完全一点就是租约的那个概念跟 sense 都没有，超级没有常识，而且没有知识，一点法律的那种常识都没有。他什么事情，他们就是想要占便宜，硬要熬。像合约，他竟然改合约时间，签完约了，竟然说要改。然后我就觉得超无言的，然后就想到说，他那时候还跟我抱怨说，签完约他才跟我抱怨说，哦，其实我之前哈遇到一个房东好坏，他竟然退我租欸，他都跟我签完约了，又收了我的押金了，然后就突然跟我说，我们都回去了，就突然跟我说，啊，不租给我们了，说什么他妈卖走。卖掉，把房子卖掉，所以不租给他们了，然后钱会全部退给他们，然后不要再跟他们续，不要跟他们签这个合约，这样，他就觉得他们怎么才刚签完约，钱才拿走，然后就说要全部退给他们。我心里想说，那就表示你们有问题啊！我那时候 OS 是这样，然后我就当时是想说，哇，我跟他约都签了，钱也拿，他才长这样，我真的觉得超傻眼。我当下就很犹豫说，是不是要直接退他？然后又想说，他妈当时态度口气也没有很差，然后只是在抱怨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我还跟他说，那你后来他的押金有退你吗？然后他就很嚣张的说，他妈就很嚣张的说，我也不在乎那2个月的押金了，就算他不退我，我也没差了。我只是觉得他干嘛跟我签了约，还要退我租约，然后还要叫我把钱拿走，不租给我，这样他就觉得他很不爽。这样，我心里想说，怎么会有房东不要钱，然后还签了约还退掉？那表示他们一定有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让房东很受不了、很反感，然后觉得他们很烦，所以就干脆不想浪费时间，直接退了他。反正房子一直都很多人住啊，很多人要租。因为我那天跟他签完之后，我电话一直接不完呢，我电话一直来，就是大家都想要看房，就是但是因为我当时已经跟他签了约，我已经收了他的押金了，所以我其实我不能再带看房，所以我就很明确跟那些租客说了抱歉，说可能要等。就是租约
到终止了，或者他提早解约，我才能再租给他们，这样就觉得好可惜哦。那天其实非常多人要再跟我约看带看房，非常非常可惜。然后那一天我跟他签完合约，我也下架了那个591的刊登。其实我一切都是照合约走，就是我只要收了钱，或是说已经承诺了什么，彼此已经有签了约，我是绝对不会违约的人。但是他那对母女完全是不一样哦，然后他女儿还跟我吵说，你不是说什么时间可以改吗？我就说不是，你可能误会我意思了。我一开始是说，你如果先签了约，你7月1号跟我签说7月1号要入住，但是你有你个人因素，你想要比如说晚一点，晚个几天搬进去，你要搬进去这个时间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多晚那是你自己的权利，因为我7月1号就是租给你，我钥匙在7月1号就是给你，你要什么时候搬是你自己决定。我说的弹性的时间是这个时间，不是说你可以任意的修改合约书上面的日期哦。我真的觉得超级大傻眼的。然后我就跟他妈讲，我就说你女儿怎么会跟我说她要修改合约书上的时间？这就是个违约啊！你们是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妈就说什么：“哎，你怎么突然讲话这么大声？”我就说：“我声音讲话就这么大声啊！”然后他就说：“你口气态度很差。”我就说：“你们口气态度有好过吗？你们从签约之后一直不断的凹，一直想占人便宜，然后凹个不停。”然后他说：“你怎么可以用凹这个字呢？”我就说：“你们就是在凹啊！”我真的觉得超傻眼。然后他就说：“哦，我女儿不懂啦。”他不知道这样子合约书日期不能改啦，我跟他说了啦，所以我叫他回收赖的一些讯息，因为我发现他赖了很多讯息回收，他可能是他女儿情绪性一直在骂我，然后他妈看到他怕我会告他，所以他就叫他回收那些讯息。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这对母女真的是恶霸哎！从一开始伪装，他妈先扮白脸，伪装很谦卑、很善良，然后到时候签了约之后，整个是四川变脸，整个变得好强势哦。然后态度、口气都很差劲啊。然后还说，现在我签了约啦，没有我们的事了吧？那我们要走了。然后就很嚣张的叫我计程车，然后就走了，这样非常没有礼貌。跟一开始早上看吴根打电话给我约的时候的口气态度的啊，房东太太，谢谢你哦。太好了，人好好哦，然后就一直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觉得哇，简直是人格分裂。然后他跟我凹钥匙的时候，他妈还说：“哦，你要多给我一把啊，不然我女儿玩到很晚回家，到时候钥匙不见了怎么办？她出了意外怎么办？我要去套房救她，你一定要给我多一点钥匙。”我真的觉得很无言，我就说：“你女儿玩到很晚，难道她的安全要我保证吗？她玩到很晚了，她出了什么事情，她自己要负责啊。那她出了什么事情，她的钥匙弄丢了，她要自己负责啊。她要再打一把，那是她自。”付了钱，然后到时候我董妥可能要换锁，因为他钥匙给我弄不见，那都是他要索赔，都是要跟他索赔的、啊。那他自己如果说没有地方住，还问我说，那他钥匙不见了，他晚上没有地方住怎么办？他还要我去救他，你知道吗？还要我开车半夜去救他女儿，我真的超级大傻眼，还要我保证他女儿的人身安全，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到底是租给疯子吗？我觉得超夸张的。然后我就说，你女儿如果钥匙弄不见了，然后他自己不能回去套房住，那他就自己另外再找饭店去住啊，不能说连这个费用都要我出吧？是他个人因素哎、欸，怎么会说他钥匙弄丢了不能回去套房住，我还要负责他的住宿，然后他的人身安全？我真的觉得大傻眼，我觉得到底是怎样，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啊？我觉得这种人真的很瞎哎、欸，而且他是一个快要60岁的老妈妈，然后竟然讲出这种完全不成熟的问题，然后跟询问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你不是房东吗？难道你的房客出了什么意外、交通什么个人因素，你都要负责他一辈子吗？你也不可能嘛！你怎么可以反要求我说要负责女儿的人身安全？我真的超傻眼，他就把所有一切人身安全都怪罪于说我没有给他多一把钥匙。然后我就说，你个人因素要是个人负责，这跟我钥匙没有关系。我租给你一个人，我就是给一把钥匙。那你不接受，你就是去跟别的房东租。因为他是跟我说，别的房东都可以给两把什么的。我说好啊，你去跟他租。然后他就偏不去跟他租，偏要跟我租，硬要跟我租。然后那天签约的时候，还硬要把钱塞给我这样。
然后讲到签约，那时候已经有讲好说什么时候汇款，我们是约好5号之前要汇款。那时候他们签约之前呢，都说 OK， 没有问题，可以接受。他们隔天就去汇，但是签完约之后立刻哦，他妈立刻反口，他就说哦，我觉得这样我们没有保障，房东你可不可以让我们7月1号入住的时候再跟我们收？那我就看他好像。看起来他一直感觉一直装很可怜，然后我就想说他是不是有困难啊，是不是刚好手头紧而已，他不是没有钱。然后我就同情心又泛滥，我就说好吧，不然你就是，我是觉得很勉强啦，那如果你看你可以尽快在7月1号之前电汇给我也是可以，如果你今天或是明天没办法支付的出来的话。然后结果他们一拖再拖哦，然后他女儿那时候还跟我说，反正没关系啦，如果你那么在意的话，我们回去之后你赖跟我说，我可以电汇给你，我妈不会给你，我可以汇给你。他们是一个半黑脸，一个半白脸。那时候他女儿是半白脸，他妈是半黑脸。然后我那时候当时就以为说他女儿比较正常比较好，然后我那时候回去就觉得越想越不对劲，因为他就是讲话反反复复，又一直凹东凹西，然后说不定到时候7月1号又不付钱。然后所以我就跟他女儿赖说，诶，可不可以请你就是可能这几天电汇过来这样，或者是说在7月1号以前，就是接近7月1号之前呢，您电汇过来，因为可能年缴的金额比较高，你不要用带现金来，这样彼此都麻烦。你带现金来一笔钱在身上也是危险，如果弄丢了你就是一个损失嘛，那你那时候我又收不到钱，我们双方都是损失，你不如用电汇比较安全。但他妈偏坚持说要用现金，我真的大傻眼。我就说你给我现金，我还要去银行，就是去存入，这造成我时间上的浪费耶，而且非常困扰，我还要跑一趟银行。然后我就或者说我还要再去 Seven 存啊什么的。然后我真的觉得说电汇会比较方便，因为以往我们租给其他租客，大家都觉得电汇就好了这样。然后他偏要说不行，我们这样没有保障，我们就是不能说什么都没有拿到，我们就先汇给你这样。我说可是合约书上面就已经写很清楚，而且当初租给你们之前就已经说了要5号以前哦，你们不能就是签完约之后才在那边凹啊。然后当下我就觉得说，从一开始，然后很谦卑，然后签完约之后整个变得很强势，然后开始处处提，一直要求很多不合理的要求，然后而且都说不照合约走，合约日期要改，种种的迹象，我都觉得哇，他真的是一个很烂的二房客，非常恶劣，而且连点交时间一直给我延迟，然后连搬家的时间都要给我延迟了，都要延到什么9月3号之类的，造成我的那个什么租金的损失，我9月的租金损失，然后就觉得真的好糟。然后后来好不容易撑到了9月3号，在9月3号呢之前呢，他们都会一直在赖啊，发一些很情绪化的字眼啊，然后长篇大论，然后来就是做一些威胁啊，警告啊，然后反正态度很差劲，但是我还是就是正常的回复给他。然后终于到9月3号，他跟我约，我本来跟他约11点，他还偏要熬，只要我说什么他们就不要遵守，他们就偏要再熬多一点这样，他们就要熬11点半。我想说也没差啊，反正我都已经同情他从8月31到9月3号了，都已经给他拖延了3天了，反正多个半小时就当作给他们一个交通的缓冲，所以我也就接受了，就等于说其实时间上都是我在配合他们呢，我不会计较这种事情，因为我觉得事情解决比较重要，而且我真的很想赶快跟他们断离关系这样。然后所以就是照他们的时间，结果我们那一天呢，我们就提早到，我们大概9点多不到10点就先到了套房，因为要做最后一次的确认。然后呢，其实我们9月1号有去看，他们9月1号的时候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整个换了位置，等于说我去看的时候都没有恢复原状，我还要一个一个摆回去哦，然后把我所有付给他打扫工具都全部给我摊出来，然后整个乱七八糟这样，然后我还一个去收拾这样。我就是觉得大傻眼呢，他是没有偷东西，但是他把你的东西都位置全部换了，你要自己全部摆回去，超级傻眼。然后房上又从1楼搬去2楼，我真的超无言。我说你要恢复原状就给我搞这样，然后结果他就把我所有的电源线啊、延长线什么我原本插好的东西，他全部给我全部拔掉，所有电器全部拔掉，等于说你全部自己装回去这样。我就觉得
超傻眼的，完全没有恢复原状啊！就是玩这种小细节、小地方、小心机，就是在跟你计较就对了，让你自己一个个摆回去这样。我觉得真的好机车。然后后来我发现其他电器都拔掉，但是他就是没有拔冷气，所以他冷气给我整整耗了一整天都没有拔哦。如果说我9月1号没有特地跑一趟去看的话，我到9月3号我会被耗电3天呢，我的冷气会被耗电3天哦，都没有吹哦。而且我们那个冷气室呢。那种传统式的冷气，因为我们是套房，所以并不是那种现在这种电瓶省电冷气，所以现在电费又很高，所以他这样一直插电真的非常耗电，所以我就有跟他说明说，他这个一整天我们有发现，好险我有去，不然我就被浪费3天，我就把电线拔掉，我就拍照给他看说，这个可能会有那个什么电费的耗电的费用，所以他们这个没有做到他们的那个就是把电线都拔掉，这个可能会。可能给他扣个50块，意思一下而已。其实我不扣我也没差，但是因为他们真的很恶质，所以我就觉得扣个意思一下。而且他那种电器刚好那几天都是台风天，然后他那时候没有拔，如果说有雷电啊什么的，会影响到我冷气里面的一些零件啊，一些部件的损坏，所以这个其实都会环环相扣的。它会提早结束它的使用寿命，但是我又觉得说，因为现在还没有坏，所以我也没有跟他收取那个，而且我对他真的是仁至义尽。他只要接触过东西，我明明都用很久了，但他手上都坏掉。像那个阳台的灯啊，那个我们用了10几年都没有坏，也没有换过，然后也换了很多租客都没有问题，灯都亮着的，阳台的灯。但是到他那边的时候就损坏了。那我记得那天他有可能是他开了灯，但是一直没有关，所以他就烧坏掉了。对，因为那天开的时候，不管怎么开都不能亮，就是烧坏了。那因为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说，这只是说已经用很多年都没有换，所以刚好到那边损坏了，所以我就顾及说他们可能有这个疑虑，所以我就跟他说，所以我这个不会跟他收取费用。所以他其实是那个东西坏掉，在合约书来说，我是有要求，我有权利要求他要赔偿的，但是我并没有要求，我也没有扣他的钱。因为我其实就跟他说要好聚好散，可是他们一直不好聚好散，就是不管你跟他沟通什么，他都不接受，然后都拖延，然后讲好的时间呢都不照时间走，然后一直改，一直延后，东西也是一直想说越拖越久，他就觉得越占越便宜，这样就是一些地方啦，大小事情都想占便宜，不管是时间呐，还是说设备啊，什么都要给你占便宜，什么都要给你凹，他们就觉得多凹一点，他们就赚一点，这样，所以反正他们心态非常奇怪。所以完全是一个没有办法沟通的人，而且跟他们配合过，像是社区的那个什么工程师，那时候我不是有给他联络方式，请他去询问一下，他想要扩大他的网速啊，跟一些什么内容量那些费用，自费要多少，这样自己去问，又不知道他要几 M 的啊，不同 M 数不同报价嘛，那他自己不去问，然后问了之后，人家又工程师又很受不了，觉得他很鲁，他一直听不懂人家说的，因为明明工程师跟他说啊 WiFi 机坏。坏掉呢？这个是房东自己的东西，这个不是社区的东西，所以他不负责修。这样，那他就一直逼人家要修好 WiFi 机耶，我真的觉得超无眼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是工程师受不了他，所以工程师就叫他来，请我打电话给工程师，工程师有事要跟我说。那工程师，我就感觉工程师很不爽，被他撸了很久，就是他讲什么他都听不下去，然后就是什么都不付钱，然后什么都要房东付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超无语哦，就是不止我觉得他们很鲁很烦，连工程师都觉得很鲁很烦，然后就觉得超级尴尬的。然后工程师就是因为受不了他，所以才请我打电话给他，然后就跟我说这些这样，然后就说什么他觉得租客什么都想要房东付啊，所以他觉得他没有要跟房东报价，他如果租客要自己要扩充网速的话，请租客打电话给他，他再跟他报价，因为这个是他自己需要的客制化的需求，是自己要使用者付费，不是什么都要由房东这边去支付，然后就觉得超级。我就觉得工程师真的超级明理的，然后我就觉得他也很可怜，因为那个女的就是一直听不懂人话，然后一直撸个不停，所以人家受不了才请他打给我，这样才请我打给他，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他已经给人家撸了一番这样，然后反正撸完之后又不付钱，然后问的报价也不付钱，也不解决他网络的问题，因为他是苹果没有孔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给网路线，然后那个女租客呢，那个女儿呢，硬要凹我说。是你没有给我网络，我没有网络用，你合约书上面说要给我网络的，我就说不是哦，这是两件事，我有有线网络给你用，现在是你的
苹果的电脑没有网路口，所以是你的个人因素的问题，其他的学生、其他的租客都没有这个问题，只有你个人有这个问题。那你就是要针对你的设备去做一些调配啊，一些设备的配件的增配或者是一些设定，那是你个人的，我们不负责。那如果说你不想要处理这个，那你就是买一台或是家里有多的这种有网路孔的电脑，就用那个用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这样一直争执呢？然后就觉得，反正我觉得他完全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就是你跟他说什么，给他方法，他都不去试，他就是只要固执他原本自己的要求，就是要你换 WiFi 机。可是 WiFi 机是他给我弄坏掉，我不可能换给他，我都没有要求他赔偿了，我怎么可能换给他？而且我就跟他一开始就有说，那个是延伸性的设备，延伸性的设备就是说这个是多出来的，所以多出来的东西的话，如果说人工使用的问题的话，我们是会给他扣钱，但是如果说是非人工的话，我们是不会给他扣钱的，就是使用寿命的话。但是因为他使用寿命才一年多，这没有到一般来说六到十年，所以我这不可能换给他，就是他明显是他使用操作问题。因为他那天打给我的时候，他跟我说啊，他有把我的 WiFi 重新洗掉了，我当时就是冒了冷汗，洗掉你到底洗了什么？他说他把我 WiFi 洗掉了，然后所有的 data 都把它洗掉了，重新开机讲。我想说你到底在讲什么啊，你根本就不懂三星，你也不懂 WiFi 是什么，你给我在那边乱按。然后他说他把它洗掉了，我真的当下因为我没有装监，我不可能装监视器在套房，我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动作对我的 WiFi 机，所以导致他怎么 data 遗失了，然后我的账号密码，原本的 WiFi 账号密码整个不见咯。他不会操作，我也没有给他使用说明书，我也没有允许他操作，但是他去做了洗掉这个动作。他说他把我资料都洗掉了，然后但是现在找不到我的那个 5G 的 WiFi 账号密码。我真的大傻眼呢，我当下觉得是他使用上操作上的问题，导致我 WiFi 机的账号密码的那个 5G 不见了，所以搜寻不到，他就没办法用 WiFi 机去联网，但是我们还是有网路线的。然后反正就是这个争执了很久，然后所以我想说一个折中方式，就是说哦，我把他拿回来，我不扣你钱，但是我也没有要换，然后你就用那个社区的网路线去上网就好了，这样，这是给他解决方式。还有说，或是他去买配件，苹果买配件，然后去做转接的一个动作，那他都不做啊，所以后来我们就进入到退租。这刚才前面有说过嘛，那反正就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或大的事情很纠结，然后最后退出的时候更恶劣来了，想到11点半嘛，11点半，但是他们呢却提早到咯，提早到了，然后那个老妈妈明明有我的手机，却不打我的手机耶，他就去跑去那个警卫室，然后跟警卫说你可不可以，他就开始装弱势哦，弱势团体，他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房东都不跟我联络了，他还说我不能进入套房，然后他说进了点家，可是我联络不到他哎什么的，就开始装弱势，说好像一副我是一个二房东，跟他约好时间却没有出现，然后现在他钱拿不回去，这样他就在跟那个什么在跟警卫啊在那边造谣啊，然后在那边哭诉啊，一直撸。然后其实我九点多的时候，不到十点到警卫室，我就跟警卫大哥说明了所有这个二房客这个母女的恶行恶状，我都跟那个警卫说了，而且我也跟他说他们大概11点半的时候会到，请他们直接上套房就好了，因为他的钥匙没有还我。所以我已经讲得很明确了，我已经先跟警卫说明了事实，所以警卫就很明白的说啊，你们不能这样啊，你们就是自己有钥匙就自己上去，为什么还要房东下来带你呢？你们就已经来过这么多次，而且搬家什么的进进出出这么多次，两个月了，为什么还要人家来带？然后他还说房东不允许我进入套房，不允许我进入社区，就在那边哭诉这样。我真的觉得大傻眼。我的意思是说，他9月1号开始不可以私自就是单独自己跑去我的套房或是社区里面，因为他只约到8月31号，除非说我也允许他说跟他约了9月3号点交面交的时间，他退租点交的时间就9月3号，这是我允许的时间，他才可以来，就是我允许他那一天去他才可以去。我早就已经跟他讲了，他偏要诬赖我，然后在那边造谣说哦，房东不让我进去，所以一定要他带我，他自己在那边编故事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大傻眼呢。然后房东那个
警卫就说，那你打电话给你房东啊。那他就说，房东我没有房东的手机号码。我这个大傻眼，就跟警卫说，他每天都打电话来骚扰我。那时候初期的时候签完约都在那边一直打电话来烦呢，要东要西，然后一直撸个不停哦，电话一直来。我姐姐很傻眼，只要他女儿撸不到东西就换他来撸。我姐姐是精神就是很多压力在，就是他造成的。然后我就跟警卫说，没有啊，他明明就有我手机，为什么不打我手机号码，还在那边撸。然后后来警卫就是找了那个社区的那个电话线，然后就拨社区电话上来套房里面的电话给我，然后我才知道，哇，他们不到11:30就到了，而且还不跟我联络，然后还很嚣张的叫他女儿传赖给我说他们到门口要我们去接送他们上来，除了接他们之外还引导他们上来。我想说，哇，好嚣张哦，怎么会派头这么大，他都要退租，人家都已经退他租了，他就还这么不要脸的要求人家去混送他上来这样。我想说，哇，好恶劣哦。而且我有跟他们知道我当时就是有生理的一些状况不舒服，其实我没有办法长期一直走动或是站这样，所以其实我其实上去套房也是蛮辛苦的。他竟然还要我下去带他，这样上上下下，他知道我身体不舒服，还要折磨我这样。但是觉得好恶劣哦，这个什么这个二租客妈妈，我一开始还同情他是一个老妈妈，带着一个30几岁女儿在那找房子，很可怜。那我就觉得我以后真的不要乱用同情心的。然后那个我就叫那个租客啊来听那个社区电话，然后他死都不去听哦，然后那个警卫就说，你哪有这样的，你来找人家，你还不跟人家通电话，你说你找不到他，他在上面等你，你不上去，你到底在干嘛。然后他就说，而且他就已经叫你直接上去了，你有钥匙你不直接上去，还要人家来护送你，你到底在讲什么啊。我就觉得好傻眼呢、啊、我那个警卫讲得很好诶、欸、他要来找人，人家都给你约好，而且人已经在楼上等他了，他有钥匙他直接上来，不上来还要我去带他。我真的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做不合理。反正他就是一直派头很大，然后很强势，然后很自以为是，然后很嚣张，然后觉得大家都要去服务他。然后他之前他女儿还呛我说什么他可是有付房租的呢，然后做什么要求我们都要去服务他这样。我真的觉得超傻眼的，明明就是有提供给他警卫，然后总干事，然后社区工程师，大家都在24小时服务他，然后他还不够他用，他还要再来骚扰我。通常都只有说一些比如说设备啊更换需要经过房东同意才会询问房东，日常生活所有的一切困难其实那边有这么多人可以协助他就可以解决了，都不会问到房东这边来。但是他任何大大小小事情都要往我这边来，什么事情都要我来服务他，要我来帮他解决问题。然后就觉得傻眼的是，我也帮他解决问题，也帮他到处问他咨询，都给他方法了，他还是不去做，然后反而还怪我说我没有提供什么类似网络啊或是什么合约书里面的服务这样。然后就是非常种种不合理，就是什么事都要硬凹。然后他就以为说我看起来比较年轻，他觉得说啊，我可能只是一个刚做房东的人，什么都不懂，其实我懂得很多，所以其实我都可以根据他不同的要求呢去跟他回应拒绝他，所以他觉得他占不到便宜的，所以他只好选择退租。那退租那天呢，就是咄咄逼人嘛，然后而且呢他竟然带了2个壮丁上来，我真的大傻眼呗，我就是准备要退你钱，然后请你把钥匙还给我这样而已，他竟然带了2个壮丁来。然后但是那2个亲亲呢，就是看起来很年轻，但是都很善良，因为当时他还要熬我最后一件事情，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合约书明明就是说水电费就是那个租客要自付嘛。那因为我们跟他签约的时候是6月4号，所以其实6月4号之后我们没有再带看房，也没有任何进出套房，任何使用套房的水电的任何一个行为都没有哦，所以其实水电里面都没有人使用，直到他们7月1号把钥匙交给他们，他们进去使用开始产生了水电费。但是因为台电，你只要大如果住在外面都知道说，他其实因为换过的租客很多，而且台电不可能每一个月或是都是说7月1号到7月底，或是7月1号到9月1号，都不是这种月初的日期到月底的，都不是这种，因为他们经过很多租客，所以他其实日期是会有一些跨越的，大家都可以理解嘛。那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要熬我说要我帮他负担那个7月以前的
的水电费，我真的觉得大傻眼耶。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个明明就是你负责缴的费用，然后你还硬要我再帮你负担你的水电费，我就觉得说这个人完全不像他当初说的，他不会介意之前前房东就是退他租，然后不还他两个月的那个押金的那一种有钱人。就是一开始他就一直信口雌黄说他自己新租房东很有钱，然后就算那个前房东退他租啊，不还他押金，他也没差，他不在乎那两个月的租金这样子哦，大言不惭。然后跟现在他给我计较那个几十块钱哦，这是几十块钱的电费哦，他竟然要我支付哎，而且那是他应该付的，他付完还要我还给他哎，我真的超级大傻眼。然后好险我那一天真的很幸运，我有带7月1号帮他们缴完所有水电费的账单，我有带去，然后我就拿出来给他的亲戚他们两个男孩子看，我就说请你们看一下，7月1号这个是我缴费的收据，上面都有超商收据，上面有盖7月1号，然后上面的抬头的时间呢，就是都是跨月的，就是不是说像是比如说完整的月初到月底，这个也是跨月，我也是缴跨月的。然后缴完之后我就说我都没有带看房，我也没有使用套房里面的东西，都没有，所以其实虽然他缴的那一张上面的利息是有快到一点六月份五六好像是快六月吧，但是其实我们是没有使用的，而且即使快六月，其实六月四号是他自己来看房，是他使用的水电费，所以并没有任何人使用，所以还是他使用的，即使快了月份还是他们使用的啊，因为六月份只有他们来看房而已，所以即使快了月份还是他要支付，这本来是他应该支付的。然后我就跟那他的亲戚说明之后，他亲戚秒懂，你知道吗？我就给他看一下日期，跟他看一下我7月1号缴费单，我就说我在7月1号的时候已经帮他们付完所有水电费了，所以接下来他们现在8月底收到这一个账单，其实就是他们要支付的，没有错，因为上面是有到7月底的。然后亲戚两个都秒懂，然后他却一直坚持说我说的不对，我就说觉得很无言，我就说那个日期又不是我 key， 又是台电 key 的，而且6月4号之后没有带看房，没有使用里面的水电费，为什么你使用到7月底的时候你要我付这个电费呢？我真的大傻眼。然后他亲戚听得懂，所以他亲戚立刻帮我翻译给他听，然后他亲戚就说其实虽然有跨到月，但是因为这个是台电的日期的设定，但是他7月1号已经付完所有费用，而且你们带看房之后他们就没有再带别的人来看房了，就只有你们7月份使用的费用是涵盖在这一次你缴的这个200多块里面电费哦，这是电费两个月哦，电费两个月200多块很便宜哦，他还要我帮他付哦，我真的大傻眼耶，我真的觉得很傻眼，他叫我退他钱哦，我真的觉得 无敌傻眼。好，然后我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他亲戚很年轻，但是他却听得懂我说的话，但是他一个快要60看起来年龄大概60几岁的一个老妈妈，又自称是房东的人，竟然会提出这种不合理要求，要求我要退给他那个电费，他自己使用的电费要我退给他哦，超级不合理的。然后他的亲戚都听得懂，所以就是跟他说叫他不要再吵了，这样就是这把就是你要付，你不应该要房东帮你付，然后你付完还要房东给你钱，我觉得这哪招啊，你使用的电费还要我付给你，我真的觉得我是做慈善吗？我就想说不能一开始他们觉得我人很好就一直这样凹我，我就跟他女儿说你一直说我人很好，可是我的好不是给你们来凹的，所以任何事情都要合理化，而且你签的合约就照合约走，什么事都不照合约走，一直凹，然后斤斤计较，然后什么事情该付的费用不付，然后还要推给房东去付，我就觉得他们这种人到哪边都不会受欢迎，因为他们只想着利己，就只想要自己，然后都没有想到公平跟合理性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哦，这种人赶快把他就是退租，叫他赶快走好了，太可怕了。而且那一天退租那天，他还在撸警卫撸了快要半小时，警卫整个很崩溃，他就很气，他就说他一行人到底是怎样，尤其那个老妈妈一直听不懂他的人话，然后叫他自己打电话，他就说他没电话，然后叫他有钥匙自己上去不上去，还要人接送他。我就觉得他就觉得说他到底是有事吗？然后就这样一直撸他，一直撸，态度口气很差。然后一直装自己很可怜啊，房东约了又不退租给他，不退钱给他，说什么他的租金还没有拿到什么的，我觉得他自己那边自导自演演了半小时哦。
然后后来我就叫他上来，因为我就说，因为我宫缩了，肚子痛，这样请他上来，我没办法去带他，然后他才很勉强的上来这样。然后就觉得好险，那天他的两个亲戚人都很好，都帮我做翻译，然后给他听，叫他不要再吵了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因为他坚持说他要去 Seven 点交，然后我就想说他一个老人也不要给他点那么一大笔钱，我就请店员帮我做验钞，因为验钞可以验数量嘛。那两个需求都达到了，那他就可以帮我签名这样，签他已经签收了。但是你知道吗？店员已经验完了，确认数量跟金额都是真钞。他偏不给我签，你知道吗？他一直死皮赖脸的说我不要，我不要签，然后他就说他硬要自己再重新点一次。我整个翻一个大白眼，难道所以我刚刚做的动作是为了什么？我帮他验钞，帮他验数，让他不用再点了，他偏要自己再点一次了。他就把一大笔钱整个摊成一个大扇子，然后在那边工作场合，在那大肆在那边点钞，这样子自己在那数数量。我真的傻爆眼的。然后原本在套房那时候，我请他先写两段备注，是一段是他签收的备注，一段是我预收的水电费，到时候后面会多退少补的一段话这样。然后到时候双方去 Seven 点完之后再签名。但是我的部分我已经先签了，只是他的部分我说他到 Seven 再拿到钱再签就好。他听不懂哦，他那时候在套房跟我吵，他就说我为什么要签？我为什么要签？你又没有给我钱，为什么要签？我真的觉得超大傻眼。我说我没有要叫你签，我只是说先请你写备注，到 Seven 你拿到钱的时候你再签就好。你现在不能签，你又没有拿到钱，你为什么要签？我就觉得超级无言的。然后他两个亲戚也大傻眼了，所以我们三个这样看着他，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大怪人呢，就是你讲的话他都没有在听，然后他一直有被害妄想症，他跟他女儿都有，他们一直觉得别人就是要害他们，然后就是要骗他们这样子。其实我们并没有啊，我们只是叫他先写备注，但是先不要签名。他竟然没有在听耶，他还说我竟然叫他先签名，我觉得超傻眼。然后那时候我就先请他把钥匙还我，我就说因为你要还我钥匙之后，这样表示说你在套房这个点租是有完成的，完成之后我们就会进入到去 Seven 去做那个还你退款的部分这样。然后他竟然完全听不懂，他竟然跟我说我不要，我怎么还钥匙？我怎么还你？我怎么还你？他一直这样子讲，我就很傻眼。我就说因为你没有还我，表示你东西还是在你身上，你没有还我，没有完成点交，我不能退你钱啊。你没有还我，我怎么可以退你钱呢？你一直拿着我的钥匙到处跑，然后他就说你当初也是拿到我的钱之后才给我钥匙的、啊、我整个大傻眼呢。这个是两件事，你要跟人家租东西，你就是要先签完合约，付了押金，然后你们约好说你们什么时候要入住，我们当天就会给你钥匙。你都不到合约书的那天，我不可能先给你钥匙啊，这样我不就很吃亏吗？你随时提早搬进去我就损失了，不是吗？而且这样也对我来说我也没有保障，所以本来就是说你入住那天才给你钱，但是你签约那时候就要先付一些押金，这都是很合理的、啊、我就觉得说他是房东他不知道吗？而且我们在外面租房子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这样子，跟别的房东也都是这样子。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一直凹欸，他竟然凹说一手交钱一手交钥匙，我真的傻爆眼。我就说你没有给我钥匙，没有完成点交，所以没有办法退给你款，你必须要先还给我。我说而且当场我这边有两个人，你那边有三个人，总共有五个人已经见证我说的话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一直撸呢？我真的觉得很傻眼呢，超傻眼的。然后他那时候还我钥匙，我之后还说给你看给你看，这样只给我看的。我说你要还给我，不是给我看。我真的觉得很傻眼。然后他就说还给你，那你要签收啊。我说钥匙还给我就好，为什么要签收？我就问其他人，他们都说退租就都是直接还钥匙，不需要特地写一个说签收钥匙已收到，这很奇怪欸。而且他到底，我觉得他不是房东欸，我觉得他在说谎。那正常的房东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不合理要求？就是还钥匙就还钥匙的，还要双方在合约书签名说已还钥匙，超级傻眼的。当场真的当然都傻眼，连他亲戚都看着他觉得很傻眼。但因为他们是晚辈，不好意思说，但他们的表情我觉得应该很傻眼。然后后来他好不容易终于还我钥匙了，我们就请他先去
那个超商等，因为我们到时候要开车下去，我们会比较慢，因为我本身不良于行，所以我没有办法走那么长的路。那他亲戚都很可以理解，都还请我慢慢走，要小心，这样都很有礼貌。但就他一脸很不爽的，觉得说为什么我要去等，这样一脸很不爽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因为我真的没办法跟你们同行，你们先下去慢慢走，这样因为下雨天比较小心。这样我还很客气的跟他们说这样，然后他这边得不耐烦，但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很久过去，我们差不多很快就过去了，然后他还一直不签收，拿到钱还不签收。那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奇葩魔女耶，真是恶足客耶。我觉得说这个恶足客呢，他有可能还会继续找桃园这边的那个租的房子，所以大家要小心。如果你是在桃园的房东呢，如果遇到这一种魔女党，然后呢，他们就是特色，就是一个妈妈很瘦嘛，然后老老的，然后头发卷卷的，然后有白头发，然后眼窝跟那个脸颊都很凹陷，然后女儿就是胖胖的，然后看起来就是肥肥的，然后脸方形，然后肿起来，然后头发极尖，然后他们都是黑头发的。如果遇到这种母女的话呢，你们千万要小心，他们会一下扮黑脸，一下扮白脸，他们会用不同的角色，然后让你一开始以为他们是好人，然后骗你签完合约之后，就会整个大变，他们就会整个就是变得很强势，然后除了会违约之外呢，还会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然后会一直想要占房东的便宜，那所以他们的费用，他们有可能会熊康要你去支付哦，大家千万要小心。那如果你不小心，真的这么不幸刚刚租给这样的这对母女党的话，你们就是赶快跟他退租，不然你们到时候后患无穷。因为现在加上我今天两个房东退他们房租了，我不希望还有下一个房东受害，大家真的要小心。租给这种人呢，时间成本很高，而且没有办法沟通，而且他们会一直想要占你便宜，而且完全不讲理，然后像恶霸一样，什么都会，而且他们还会造谣。像他们退租的时候，不是还在社区跟警卫造谣说我是二房东啊，跟他约时间没有到啊，还不让他进套房啊，明明就要退租还不让他进去啊，他给我乱造谣哦。然后好险那个什么，那个警卫都知道我的为人，因为我一直在承租，而且我跟租客之前的关系都还不错，所以其实没有这样种问题，而且我们都是照合约走，然后是他们自己不照合约走还来污蔑我，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夸张，然后好险我有提早去跟警卫说明真相，不然我就被污蔑了，你知道吗？啊，我真的觉得任何事情大凡事要小心，然后要谨慎应对，要挑选房客的时候呢要小心，不要挑选到这一种就是伪善的人。因为如果说他一开始态度口气很差，或是讲话很臭，很没有礼貌，那你很快就会发现了。但是他们一开始是一个妈妈扮白脸，然后女儿扮黑脸，没有礼貌嘛，他女儿一直都没有礼貌，他没有有礼貌过，然后他妈妈呢就是扮白脸一开始，然后等签完约之后整个变很强势哦，凹个不停这样，然后俩母女俩都会想办法凹，然后一个赖凹不成就电话就来了这样，然后你就会一直活在他们的精神骚扰里面哦。每天他们都会在半夜，比如说11点多左右，然后会传一些很情绪化的字眼，然后长篇大论，然后要求你要求东要求西这样，然后如果你不接受，他们就会继续撸。所以遇到这种人真的是很难防范，要大家要小心。那我归纳几点呢，就是一开始如果说你问他询问他的工作公司名称职业，他不愿意说的话，你就比较就我觉得其实就不用考虑了，因为他其实对你不坦白，他其实有所隐瞒，表示他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他其实对你不诚实，他以后续可能就会很多骗你的事情。像我遇到这二房客，他后续就一直骗我啊，然后凹到凹西啊这样。所以当然如果身份不明的不要租，然后第二就是如果提出很多不合理的事情也不要租给他，然后要求东要求西，一开始说了要提供这些设备，后来又要跟你一直凹了，这个也赶快退租哦，这个后续会凹个不停。
这主要都是没有诚信，而且蛮没有诚意的那个租客，这样大家要小心。然后合约书上面都要备注清楚大家的权责，这样。然后尽量，套房里面提供的设备就是固定大的那几项就好了，一些小的细项那种比较不好去判定是人工造成的损坏，或者是生命寿命的造成损坏的话，这种就不要提供，就是提供一些大的设备，像冷气呀什么那种的箱型的。那一种的，就是比较好去判定，因为会有水电师傅来判定说，这个是人工造成的损坏，或者是自然寿命，这样会对双方都有保障，所以就不要提供一些可能因为房东很贴心，然后很善心，所以额外提供了什么给他们。其实到时候损坏之后，房客他们都不会抱着感恩的心想说这是额外给的，他们都会要求你换给他们。而且如果是他们损坏的，他们弄坏掉的，他们还是会要你赔给他，换给他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各位房东要小心，避免后续遇到不好的租客，反而会有一些租屋纠纷。像这种赶也赶不走，叫他在8月底退租，他偏要给你拖延，拖到9月份。你看，我们家房东是又困扰又造成租金的损失，所以房东千万要小心。如果遇到类似这种母女的那种二租客，千万不要租给他们，或者是赶快退租，对于你们本身会比较好的哦。好，那这是以上今天我们的分享哦，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恶房客，都可以遇到好的房客，然后可以大家好好的相处，那给大家彼此都有一个好的生活的品质，这样子不会有太多的一些沟通上面的问题或是纠纷。好，OK，那喜欢朋友记得要订阅、按赞、分享我的影片哦，拜拜。